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还蛮像。不行，我这样要分心，等一下一定要又不消就不消功底出了。要非常专注，有没有？暂时不消心出，为什么？一波打下去会比较痛，最好是两串，好不好？我说真的，要认真转的话，他真的是不需要讲什么话。其实讲话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讲话其实会影响实况组的这个转速的一个流畅度。这是势在必行的哈，因为你要边讲边转边判断哦，有没有？所以白信的失误其实不是节目效果，是真的失误，好吧？哦，这一对主要的关键卡片哦，泰迪熊哦，只要应该说妖精队的关键卡片，只要泰迪熊基本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啊。灌过去了，灌多少嘞？80万，看到没有？60万。好，60万。嗯，刚才干嘛？我嘴巴幻境不知道跑了什么鬼东西进来。嗯，两秒转出。我的建议是速战速屈啊。因为两秒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很机车的一个危险性的动作。我来试试看哦，看看我安静一点会不会比较神一点哦。啊，看神转注意哦，保证看不太到哦。所以现在观众的档是属于，基本上我是属于一个完全看不到的现象哦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神不神啊，就百姓而言，大概就是3到5是妥妥的，啊，我基本上尽量拉我应该没问题，哦，所以也看不到多神了，好吧？今天有螺旋丸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螺旋丸。两 combo。哦，所以你看到树王妖精队其实还蛮轻松哦，冻结腐蚀哦，尽快带走吧。欸，他这个也是蛮啰啰嗦嗦的。嗯，为什么不开呢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开？因为忘记开了，没有为什么。2倍的回复量哦，断了没关系，断了你就开泰迪熊，哦，啊，不要再断，再断我就不 OK 了。其实我实况很少把 focus 真的是放在游戏上面，说实在话，我现在第一次有感受到那种感受哦。哇，这三颗还真的那里，要消这三颗，又要消心腐蚀啊！这个是算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哈。双落双成就，对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其实基本上，今天的关卡很多，最多给过了，好吧？那要想要看什么队的，再跟我讲。
如果刚刚结束看不出来没关系，总之我就是碾过去了哈。一波多少？200万的。我们来玩一点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打不死他，再谈谈看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，好吧？我看一下鼻子开的会开什么鬼？哎，组合技之后这次可以开的。不是那个小可以开，对啊，那只有这次可以开，其他都没有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不能玩特别的，算了，好吧，我带走了。20%，我基本上是惯着走了，我只是怕惯不走而已，所以我做了一个比较，就是积极的动作哈，要积极的作为。四康宝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好意思。对啊，为什么做四康宝？因为平百姓只有3-5而已。嗯，抓羊的攻击的 ，Attack Bonus， 谢谢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我开那个技能到底有没有。就是就开就顺便吧。嗯，断心是不是？泰迪熊可以开。嗯，你跟我讲。泰迪熊可以开。泰迪熊啊，就一颗你知道吗？求天下。泰迪熊只有一颗。泰迪熊只有一颗。嗨。一直打了一场战役，刚才嗨嗨，还跟他躲心。这个拍谁嘛？好，就不要介绍了，不要介绍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连火音都开了，你不知道要提早开台吗？让我们的观众都被你的声音吵到了。嗯，火音关一下，好吧？火音关一下。我基本上是轻松打，只要不断心的话。你的也蛮轻松。嗯，李光姐。即时断线也蛮轻松的，即时断线蛮轻松的。对啊，这样感觉太轻松，观众就看不到一些比较特别的。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，因为关卡就是比较轻松，所以看不到一些对特殊的画面。嗯，好，来一点这个。刚刚买过，现在攻击力呢？我真的怀疑我刚到底有没有投机。嗯哼，对啊，都来到这里，忽然间就一副非常轻松的感觉了，爽。断心。其实假如不讲，可能会转的比较好啦。我自己的人不是这样。哎呀，对啊，就说不要讲，一讲就乱惨了。自己害自己不仁。哦，百姓没给，我咧惊接上头。基本上是很轻松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啊、
换下一代好了。